今天我们订餐，这家饭店叫一碗，是同事推荐给我的，说很好吃。然后呢，我好想吃那个酸菜鱼，想了好久了，今天终于订了。这是小哥哥点的，他们家的盒饭。小哥哥，哇，有米的，有米的。有菜有肉有茄子，然后这个是小妞最喜欢吃的牛肉面。哎呀，你干杯得了。这个孩子吃啥都要蘸陈醋，是那种陈醋，不是白醋。处女王，我还不听你讲。你这个醋女王。啊，不是，醋大王。看起来非常像巧克力，非常像巧克力，对吧？他这个是什么科学实验什么的？科学实验说明书。自己看，这要靠你自己摸索呀。Draw some water from the cup. Draw 坏。做实验呢。哎呀，弄到手上了，我的天呐！没事，小心点，别摸眼睛啊。吸点水。然后吃进去，慢点啊，一点一点吃，慢慢你就会发现它有反应了哦。你还可以继续。都已经成功啦！看着这么多泡泡冒出来。辣！哎呀，你的脚，看泡泡又上来了，火山爆发！对，好吃吗？嘿嘿嘿嘿！哎呀，你呀呀，你还臭啊！哎呀，你吃吧。看我们这招。哎呀，太好玩了你比养个猴可爱多了。脱衣服就帅啊。妈呀！看韩剧，这个戴帽子的就是他。你看，我就说那个打球的就是他吧。你觉得他帅呀、他帅还是张张帅？那不是他帅呀。他不说了，那就是他帅了。厉害呢！厉害。哎，还没打完呢。好呀。哎，你小心，别跌倒。哎呀妈呀！打他的脸，你想揍你？你告诉我，他身上的一部分，求你吗？哎，我给你看，我不懂怎么了，给你说是什么？你看，我觉得，你看他鼻子这样长长的，而且应该不是鼻子，应该在嘴巴，然后里面。我们的大厨在做饭，哇，煎到金黄。这是培根呢，面包，你现在是用什么在煎？没有，就没有放油的。没有放油。他自己的油会自己出来。不错。培根，煎鸡蛋。有烤面包，抹黄油。来，中间点。来三个了。这样都可以，四个了。慢点，哇，很棒啊！加油，女儿。哈哈。早上的多少？真有劲儿。只能用一个手。只能用一个手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！
加油，不要放弃。那我应该怎么做？没事，你继续吧。我要往下面继续啊。对，往下面继续。那这样吧，我可能这样会比较容易给我看。这样子。面疙瘩汤，你看不错，好像。这是我的姥姥、奶奶他们那一辈会做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刚刚我拿了被，然后呢，我就突然不想吃东西。拿了什么？拿了被。拿哪个被？我的被。拿了你的被之后你就不想吃东西，有什么关系吗？我说你们俩可不能笑。闻到被上的味道。什么？你闻到被上味道恶心是吧？那是谁的被啊？我的。你自己的被你为什么恶心？需要洗了是吗？那等下我帮你洗好吗？可是你今晚明天白天洗吗？哎呀，这小头型真的太好看了。房间的冷气对吧？下一个椅子。老公，你在准备我的优格吗？你很有心意的。不用帮我盛太多哦。这快坏了，所以说我用了。你要不要你也来一份？这优格真的很好。我不太喜欢，现在最近没有什么口味吃优格。好吧。Thank you. 10 cubes on the top and 5 cubes.Bottom. 10 and 5 make 15. 写好了吗？Shout it. 写完了吗？全都写好了。再检查一下。这是第几次？ Is all of the content that I've gone through is the team asking you to create an infographic.Or to create a. Now, if I want you to use your whiteboard, we're just going to do a little bit of addition and subtraction. 现在我们要讲好哈，你做完功课的话，你要玩什么游戏，在你的那个小手机，我们会管你。可是那密码还是有，明白吗？除非你是进步到很厉害，就是每次按次做功课。我是看着你们的手型的。我还没说完，我是说，如果你每次按时做功课，每次做好，脾气一点都不坏，是好的。我们可以给你玩游戏。那你要小手机的那个密码，我们就把它弄掉，可以吗？对，所以比方说像这个这样的话，所以他是说 How many clay shells does Ali have left? 所以你要把这个画成一个框。比方说这个 How many? 前两天团购的家里的吃的东西到了，现在拍一下给大家看，就是社区团购买的东西。这是酸辣粉，天天待在家里感觉嘴里面没有味儿，就买了一些酸辣粉。这酸辣粉这是两箱酸辣粉，每一箱是六盒，18块钱，就是3块钱一盒，还可以吧，3块钱一盒。然后买了两块姜，最近在家经常炒菜嘛，就买点姜。这姜是3块钱一袋，每个袋里面有两大块姜。我刚才闻了还挺有姜味儿，只是有点潮湿，那会儿擦一擦。
然后这个枇杷一共九颗枇杷8块钱，还挺贵的，其实基本上等于1块新币一个了。这小白菜好像2块多钱，2块多一点。然后这个是那个玉米饼，要烙的，要上锅烙的，这两袋儿好像是7块2。然后这个冰冻的黑刺榴莲25一盒，好贵呀，可是我女儿爱吃啊。然后这个是猪肉肠，猪肉肠多少钱？19块。然后面包公爵，他家的面包竟然也可以团购，所以我就买了几袋，这应该是3块多4块多。然后这个是我最喜欢的，带那个巧克力的，这个是5块多。然后还买了2大箱那个安慕希，哎呀看不着，安慕希的酸奶，安慕希的酸奶还送了一些这种罐子。然后买了2大袋盘锦大米，因为不知道这次又要关多久之后的那个超市供货怎么样，所以就订了2袋大米。然后最后这个呢是给我女儿买的一次性的防护口罩，30块9毛，优米的团购的口罩。这两天我女儿戴的都是大人的口罩，还是给她买一盒，然后还有2盒团购的还没到货呢。小孩还是用专门给小孩的会比较好，比较合他们的脸的大小。这个酸奶还挺好喝的，好久没喝那个安慕希的酸奶了，这是中国牌子的，都是团购来的。好喝。这个喝完了之后冲干净可以给我女儿当保龄球玩。热骨茶收好了，闻着很香哎。哇，蒜头全部都煮烂了，高压锅还是蛮厉害的。放在这里。像不是大吗？也是对的。我会叫，快点啊！是狼啊！要我这个狼叫。选择小姐，然后给他叫醒。现在做什么作业呢？数学。数学。Show the reason of Eden's head. Show the reason of Eden's toes. 不要再玩了，睡觉了。Hello， 小姐。小姐。你猜猜我在哪儿？哎呀妈，你这一说话你就直接就露馅儿。露馅儿了，出来吧。我都听着你了。你给我看看。好呀。我问你哈，你为什么把衣服穿成这样子啊？哇，我是最可笑的小姑娘。你18岁了呀，你怎么穿啊？还露肩膀呢。哎呀妈呀，你羞不羞啊？我揍你哦。好了，睡觉去。走，我知道我心思。11点了。你怎么这么爱做这些东西呢？漂亮。
你将来不会成为厨师吧？当然。你喜欢做厨师啊？嗯。我看你煎蛋煎的倒挺好的。这个也是披萨。但是女儿做厨师很热哦，每天面对着厨房很热哎。那就在厨房里挂一个空调呗。装空调啊？嗯。好吧。在这。今天的活动是呐喊助威。妈咪，我看到我们邻居的闪光灯了。啊，对吧？有看到吗？只有一个。嗯，看那边有很多，那边窗口有很多哎，都是拿手机的闪光灯。有一些人不是，有一些人是开灯。嗯。葱油饼，木头的那好像被你给我扔了。哪里有污染？擀面的那个。下次不可以这样了哈。Yes. 哎，可以用这个擀吗？也可以啊，你说吧。这样没有吗？UCCU 啊，看到什么？我没有擀面杖，很难呢。这怎么做嘛 ？Difficult。你不是应该找那个准备那个兔先生开始？就是没有准备。突然尴尬。辛苦你，不辛苦。你放那个肉，你要怎么包饺子？包那个牛肉馅饼。嗯。厉害。好好吃啊。嗯。以后我们家的饼都不用买了。省钱，老好吃了。最近团购的这个小水饺，我女儿很爱吃，是那种特别小的。就可以抓个十个。煮了这么多，它差不多都能吃完。女儿睡觉来喽。
量一量。